又是5年过去了，这个飞天出来了。我第一次听到那个音乐的时候，我就流泪了。有多少回敬酒？舞台剧它跟观众的交流更直观，你的任何一种变化，观众都能感受得到。我觉得这个才是剧场的意义。我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无非也就是一块砖往前放一放，可能让后来的人脚踏上去之后，知道这儿有块砖，不至于掉水里，仅此而已。做这个敦煌这个戏的，肯定要去融入一些东西方的文化在里边。它的艺术性和它的这个难度都是非常高的。大家也只有坐在剧场里面，能够感受到那个氛围。我就希望所有人走进它，爱上它，让那个敦煌真正的美的质感出来。大家好，我是音乐剧制作人李顿。大家好，我是三宝，我是一写曲的三宝。敦煌这个地方很神奇，就是你不去，你可能根本就感受不到它的真正的魅力。敦煌嘛，本来它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个焦点的地方，自古以来的2000多年的历史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它融入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在里边，无论是音乐还是绘画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我是2016年去的，7天，1300公里。我看了所有的洞窟，走到释迦牟尼那个舍身饲虎的洞窟里面，我就莫名其妙的感动，莫名其妙的流泪，而且是止不住的，情不自禁的，就梦见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梦见四大文明在华夏文明独步世界的时候，达到了一次完美的共和。那么是什么让四大文明共和 ？Love 就是飞天，我就醒了，这真的很神奇。这说起来好像是编故事，但是这是真的。后来我们2017年，我就带着艺术家，带着三宝，带着美国的最牛的舞美设计，带着这亚洲最棒的郭培，带着纽约大学的一个系主任，还有带着关山三宝，我们就开始去了，轰轰烈烈的就去敦煌了。到了洞窟之后，都会像我一样反应，都会激动，都会流泪，所有人都被他们打动了。然后呢，问题也来了，说这怎么讲啊，这里这么多故事。三宝说，我觉得一个月都讲不完。我说宝啊，千年万年在历史里面，我认为都是瞬间，抓住这个瞬间就足矣了。所以说就开始了漫长的像修行一样5年的创作。我做这个敦煌这个戏的，当然是肯定要去融入一些地域的色彩的一些音乐元素。这部戏是我又回归到就是做碟跟李顿合作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只管音乐这部分的品质啊，所以我就能争取把这音乐的这个品质做到我认为最好就 OK 了。不管怎么说了，反正就是这次的音乐会应该是基本上能涵盖整个这部戏的整个这个音乐剧的一个大体的状况。
座敦煌，从前有个叫做敦煌的地方，从前有个街坊上面就爱这个天堂，开一扇门，说不定就有对神仙拜访，点一盏灯，顷刻就招来了满天星光，燃一炷香，瞬间就唤醒了全世界的芬芳。你步履轻荡，脚边自有莲花满眼疯长，你唇齿微张，微笑就代替了所有歌唱，抬起脸庞，我们背出红的黄，满了多么浓的妆，青春也一如既往，飞天一样，从前有个叫做敦煌的地方，从前有个出的模样，从前有个地方叫做敦煌，从前有个叫做敦煌的地方，从前有个地方叫做敦煌，从前有个叫做敦煌的我是音乐剧演员岳威，在这次飞天的音乐会里边，我扮演的角色是锦纳罗。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朱福，在飞天音乐剧里面扮演钱达婆这个角色。李栋老师对他的出品的这些作品就要求就是比较严格的，再加上三宝老师的音乐，他的艺术性和他的这个难度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像我跟锦纳罗这两个角色，他的音乐性像器乐曲，而且我觉得他的和声编排、和声走向都会很难。
无论是横向的旋律也好，还是纵向的和声也好，都是挺难的。它都有一定的音乐的这种高度在。因为这次时间比较紧，对于我们的压力来说，可能比那次更大。你在排练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老有这个那个蹭，往前蹭，往前蹭，还掰给你看。不过事隔这么多年，我们自己的这个业务技能也会比之前要成长一些，所以这次其实我们所有的，包括合唱队也好，角色也好，排练起来都是痛并快乐着，很好听，但是很难。想当初的十天火放灶头，少不了咱点火帮助。岁月抄虚弥山南金刚窟，始终有咱焚香采炉。咱远不算眉清目秀，脑袋上长角还是个钢头。咱天生的旖旎风流，心情难琢磨如海市蜃楼。那么到底是个啥来由，让咱俩偏往意大利走？莫非老天爷脑子秀逗，胡乱撮合了一对风雨乱手？是我本醉着舍之后，又一幅婉转歌喉。我想是我画你浑圆肩头，有两只山舞一袖。许是待我一开口，今生与真只上云小酒。像是等我一抬手，花团锦簇铺满天尽头。吹横笛，击腰鼓，弹琵琶拨空篌。破花盘，碰璎珞，清香炉披锦绣。俱乐部只在舌头与指尖上走，三花不只是落在发间和胸口。吹横笛，击腰鼓，弹琵琶拨空篌。破花盘，碰璎珞，清香炉披锦绣。俱乐部只在舌头与指尖上走，三花不只是落在发间和胸口。咱活蹦乱跳，荡得起你的小鲜肉。看那儿，看那儿，坚持迈向北京，走手出新界绿洲。看这儿，看这儿，咱明目山来后的住你的小宇宙。看那儿，看那儿，翻不走的三教九流，不离一路游。看这儿，看这儿，勾着肩，牵着手，短的精神有以后。看那儿，看那儿，清风拂柳，春光通透，漫天飘四周。看这儿，看这儿，闭着心，对着口，做呀天长与地久。看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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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起那般欢愉自由，人间天堂多少美不胜收，难怪他们描绘千年人不肯罢休，在每一方寸心窍里勾勒出锦绣，曾以为能在那暗生处长相厮守，却终究躲不过岁月里风几分钟，现而今可有谁肯出手相助，这世上能去求得谁来拯救。膳食纤维，别提为夜那点心和深爱迷路久了，饭桌上无情橄榄也都弥足珍贵，我不要沙丁鱼也不要熏火腿，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无所谓，喝得饥肠辘辘我也毫不在乎，我逃到了这本敦煌莫高糊涂谱，黑市上只有手点没有取暖的美，巴黎七烧炭火皮大衣滚烫咖啡，夫妻床上依偎于是因而出生成对，去街头散步云生待在风景受罪，我不要三生气也不要羽毛杯，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无所谓，冷得瑟瑟发抖我也毫不在乎，我拥有了这本敦煌莫高窟窟窟，石榴区没人住的豪宅玩着白夜这北朝的壁画，这隋唐的雕像，男人们被押送去鹿儿的古阿弥陀，这经典的故事，这佛传的篇章，那是你封上的舞会，再也无人登场，这弥勒菩萨菩萨天王，菩萨天王，花园变成碉堡，你引发满花满石墙，这神怪罗汉金刚，罗汉金刚，钢铁和火焰如烈水从天而降，每一张图像都让我心潮激荡，钢铁和火焰如烈水从天而降，每一株土墙都让我心潮激荡。他终于瞅见那图像，在脑瓜不再脖颈上，只剩下一身腰腿胸，没头没脸的瞎晃荡，亏得他见多识广，没被再下个踉跄，还是有几分失望，连带着深深惆怅。要知道飞天以前有多漂亮，现如今的我就会有多悲伤。要知道咱俩以前有多漂亮，现如今人们就会有多悲伤。我不要巧克力也不要鹅肝酱，我不要任何折腾寒风的衣裳，我现在只要一点光，要一点光，照见古人出现在巴黎的敦煌。他要
要知道现在的你们多半已经不再是安然无恙。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徐瑶，在飞天这次音乐会中饰演守护者。音乐剧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东西，所以现场乐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用伴奏带的，很多时候它会把你的情绪卡得很死，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用现场乐队，哪怕说我们只有一个键盘和一个鼓或者一个小提琴，那这样也是现场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要把这个情感跟这个音乐完全要融到一起。夏天会有洪流泛滥，春天沙尘笼罩河岸，会不会有贼呢？他能偷走什么呢？会不会有鬼呢？难道他不怕神仙？我爹和我说过，这里总会有无数难挨的夜晚，没有尽头的黑暗。我能睁着眼，将一切视若等闲，视若等闲。但为啥我还这么慌乱？是害怕从此太孤单，或者一路的幻想期盼，反惹出了心惊胆战。担心我脚小的身段撑不起这个天花板，总思量我稚嫩的手段完不成我爹的意愿，手上太柔弱的笔端怎么把它们修补得圆满，谁在那天抹去了你的容颜，让曾经峨眉弯转烧灼成这般黝黑的脸，谁在那天止住了你的眉眼，让往昔明眸流盼消失于暗淡隐没深渊，谁在那天绚丽衣裳，不留下斑驳不堪。谁在那天毁掉你的仪态万千，反复让风雪浸染。光阴啊，你用了怎样？
中，其次三番到皮肤看，剩不下一个面目完整的飞天。爹跟我唠叨过无数遍的飞天，他们的头怎么都没了？好在并非所有记忆都成残片，这里还有秋色路，我的童年。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刘岩。在这一次的飞天音乐会中，我饰演的角色是赶路人。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角色一下变成赶路人，我还有一些懵。据了解说这个剧本已经改动了好几次了，所以说跟三宝老师和李顿老师合作，每一次合作其实都是一种学习。有很多演员就总说一句话，说在我们搞音乐剧这个圈子里面，你要不和李顿老师和三宝老师合作一次，不能说是人生遗憾吧，但是总觉得好像应该要学的东西没有学到。那么我也特别期待，就是能在这一次合作中，我更能吸收到更多的养分。这又是谁的骷髅？墓葬里最常见的遗物，我常在想，所谓考古，便是全新久违的朋友。对我来说，他们从来都不会腐朽，却意味着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看这儿该有个柔软的耳垂，这儿本来有双俏皮的酒窝，这儿该有副灵巧的口舌，再加上一颗完美的脑壳，浑身丝绸般的皮肤透出了健康的血色，充满了弹性的肌肉，附着在结实的骨骼。这儿有一腔心肝肺腑，他曾用他吟诵诗歌。这儿有一条韧带寂寞，他曾用他心走作卧。这儿有一处，他曾用他。该怎么说？这儿的眼眸总含情脉脉，他曾用它勾魂摄魄。这儿的额头被毛发包裹，他曾用它耳鬓厮磨。这就是个丰润的美人，这就是个硬朗的小伙。
声色，因为你没能捕捉他的目光闪烁，看似安静沉默，我却听得斟酌他的呼吸起落起落。若你突然伸手触摸他肩膀下的弯曲沟壑，你是记忆中最美时刻，都笑着哭着哭着笑着，如同天雷地火轰然而落，在任何土壤中开花结果。他们从来都不会腐朽，就好像金纳洛和钱大伯活过爱我存在过，在这世界年轻的时候，在这世界年轻的时候。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胡旷，在飞天音乐会中我扮演贵妇人。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牟毅，在这次音乐剧飞天主题音乐会中我饰演大善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他本身的真身其实是罗汉，一个非常浮夸的角色，代表了世俗的对财富或者是对权力的向往，然后用这些东西去诱惑男女主角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次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在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确的。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合唱队，不能那个情绪不能掉下来啊。不一样啊，咱们来试一遍。其实要把这么多人做到这么完整统一，在整个的情绪把握上都那么统一是很难的。因为这次的时间很短，60个人合唱的这部分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之内要全部完成。这些合唱队员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排练和磨合，他们已经非常的熟练了，这两个星期可以抵他们好几年的经历和经验。孩子们，那一段是因为里边的承载量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是很受益匪浅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不是那种他不是这个感觉，他不是那种黏糊糊的或者是柔美的，不是啊。六十个人的合唱队最主要他们是混声，一会儿美声进来了，一会儿民歌进来了，一会儿摇滚进来了，就是在演唱方法上要统一。来第一个唱的，来第一个唱的，就是对，在音色上要统一，在美声基础上要有人物，我们完全是60个美声，这个是真的很震撼。第一次去听的时候，我想宝说不定把哪个拎出去了，一拎出去你就别想再进来。你要扶着吗？跟人家演是这样吗？不要碰它，不要去动它。大家虽然反送那么差的情况下，还能唱得还挺准确，让我比较惊讶，再次夸一下你们。结果三宝听完了之后回头跟我说，对，这也可以演出了，对于他来说这是破例的。你听到那马蹄声了吗？这就是那个故事，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他像听到什么了，回荡在洞窟的角落里，仿佛很近的距离。
让人们昏睡不醒时，听到了他寂寞的呼吸，像断足的梦呓，他时刻在警惕，早已扎好藩篱，不是野兽的气息，这声音就会悄然响起，到了他踩踏的沙砾，像铁钉的敲击，他充满了不义，早已做好防御，不是盗贼的俘虏，若要从囚禁中逃离，听到他搅扰了空气，唱诵平心静气，他只感知决意，早已备好武器，不是那对可笑的夫妻，有一匹白马鞭足矣，听到他穿越了墙壁，终不惊醒沉寂，并非有什么来清晰，或许是幻觉在抽离，我突然看到白驹过隙，他会拖着你，带着你，引着你，他会牵着你，吻着你，帮着你，他会拖着你，带着你，引着你，捆着你，他会牵着你，帮着你，别爱你生气，黑烟却始终没开走，钟表的齿轮溅落在身前身后，轮船横着汽笛缓缓驶入码头，似水的蔚蓝翻滚出海走泥沟，破败的小镇只要坐上的房屋，开裂的道路吞没缓慢的脚步，粉碎的云朵昏黄的日头，还有空心的树。
树，静默的浮游，还有瘸腿的狗。赶路的人呢，你的白马呢，在穿过一线天的缝隙之后，该是有多久也不散的篝火，终于让它消失在某个夜空。清晨到日暮，唯有荒芜，转身且回头，行尸走肉。他沉重的叹息你听到没有？虎视带喘，夹杂着一点咳嗽。留下的脚印痕迹全无，茫然中四顾来回踟蹰。他疲倦的神情你看到没有？风尘扑面又添了几多褶皱。赶路人啊，你耳边长啸的白马呢，折不到一半我的旅途，如同是被死神所放逐。当他开始忍不住伤春悲秋，好像这一站就是生命尽头。赶路人啊，你会遇见谁的白马呢？总是在下一个拐弯处，似乎突然就到了末路。当他总是忍不住瞻前顾后，好像每一步都会倾尽所有。赶路人啊，你翻江倒海的白马呢？不管罗马还是卢克松，巴比伦还是印度天珠，包括四面的遥远的中国，整个世界如同一个老朽，他的内战如此足够，可敦煌你是否还要等候那个曾经年少气盛的我，回到船上去做一个水手。别管他的外壳或许已经生锈。那么老师的歌曲，首先我们叫音写得很难，它的音与音之间有些像他们那几首歌里面都是在半音之间，所以说那个音很难找。那我的难度可能在于说都是长线条的东西，然后情绪要一层一层的起来，所以说会比较难，然后有很多的转调啊什么样这样的东西。中文它里边有四声，它是跟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在附着旋律的时候你当然要考虑的这些的问题。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按照中文的那种四声去附着旋律的时候，你又得考虑到附着旋律的合理性，又要考虑到旋律的动听性，在这一点上有一点难度是肯定的。但是只要是你用习惯了，你习惯于这么去做了，习惯就成自然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写这些旋律的时候也一样的，我拿到剧本拿到词的时候会不停地无数遍地去念，找它的每一句的逻辑重音，然后找它每一段的哪一句是最重要的，我都会一点点地给它标下来。通过读很多遍很多遍之后，你慢慢找到它这个语感了之后，再往上附着旋律就容易一些了。我知道你们不信，我的心上人
就在这些壁画的故事里，我呢，早对他一片痴心。就在刚才，他还在梦里问候了我。我知道你们不信。那问候打碎了寂静，随之出现的面容，我似乎毫不陌生，毫不陌生，有脚步踏破了冰封，跟着河流的浪涌，他来的如此迅猛，如此迅猛，当失去的梦境在我自己的苍穹能看到灿烂星辰，当梦醒的时分在我自己的里能盼着雾霾散尽，那为他指路的一样，也映照我的心，映照我心，那曾与他诀别的一样，也灼痛我身，灼痛伤痕，是我深藏的烙印。不管你们懂不懂，你们相信不相信，我将这痴心奉若生命，也就算是一种命运。Hello， 大家好，我是安玉嘎，非常荣幸能够参演这一次飞天的音乐会。敦煌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各种文化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结晶。大家都知道敦煌是什么，但是你知道敦煌的壁画的故事是什么吗？不知道。但是呢，关山老师、三邦老师通过他们的音乐剧的方式讲给大家。对，所以这好特别好的一种媒介。我很喜欢关山老师的词，对，一直是像散文一样的。你会看到这段词的时候，你会无限的遐想，余温嘛，它在燃烧自己。有一首歌《余温》，有多少灰烬，就会有多少余温。这个余温就是能量的保存。表达之后呢，说我们又要回到那个墙上去了，那个冰冷的墙上。但是虽然冰冷，但是余温还在。余温就是传承啊，就是华夏文明的传承啊。
在炉膛中沉落的从来都是灰烬，但总有飞散的火星映照我心，那一瞬让我的面孔和热血一样通红，深藏而隐隐约约的是烈火跃动，在燃烧中沉默的永远都是灰烬，但总有思念的烟尘灼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蜿蜒而明明暗暗的有似水奔腾，淘尽岁月的沉渣如泥沙般翻滚，忍不住想要触碰，让自己感觉到疼，那些琵琶作响的不知好苦悲鸣，你总能听到动人的歌音，虽然仿佛是寂静无声，有多少灰烬就有多少余温，要你打开怀抱将它裹得更紧，这拂晓时分也许只剩下余温，给曾经闪烁过的光亮做个证明，有多少灰烬就有多少余温，寒风中的我们没那么冷，有多少灰烬就有多少余温，有多少灰烬就多少余温。这个歌可能大伙听起来并不会很难，但是呢难就是难在我们每一句的这个一个语气，比如说我们这一句里边读怎么读，这也是三宝老师一直在攻克，用音乐剧的形式把词儿能够唱得清楚，因为抑扬顿挫是很麻烦，因为四声嘛。你比如说我们说我在梦里见过你，它的音律一定是我在梦里见过你，对吧，它跟说话是一样的，它都在那个韵里面。所以说我们把这一个句型要唱成像说话一样，它就不同于一个流行作品，它是个艺术作品。对，我还是不要透露太多了，我觉得大家看文字自己去想象，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在哪里见过你，你是那只唤醒我的寒鸦吗？我在哪里见过你，你是那只美丽的九色鹿吧？我一定是见过你，你是那远道而来的老督察。我应该是见过你，你是千叮秋发的皮棱街里。你是那聪明仁慈的山友，你是那慧眼识人的公主。就在我的梦里，舍身似虎的王子是你。就在我的梦里，吃掉我的母老虎是你。我在梦里见过你，我在梦里见过你，我在梦里见过你。你是这张脸上刹那的惊喜，你是这双眼眸反复的怀疑，你是跟着身体踉跄的步履，你是随着手臂起伏的恣意。在你骨子里藏着的孩子气，在你沉默时泄露的小秘密。你是旅途总会留下，总会留下的痕迹。你是故事曾经发生，曾经发生的证据。你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我和另一个你。你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我和所有的你。我在梦里见过你，在梦里见到过你。我在梦里见过你，在梦里见到过你。但是此刻，我们是不是仍然在那梦里？我们才刚刚开始啊，无非就是比别人早了一点。我说的是比国内其他的人早了一点，20年前就开始做，一直在摸索，一直在学习。而且我还说过一句话，是我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在音乐剧方面这些事情，无非也就是一块砖往前放一放，然后可能让后来的人脚踏上去之后，知道这儿有块砖，不至于掉水里，仅此而已。时候到了，所有的菩萨、力士、神兽、仙女都回家喽。跟着他们，更多的赶路人、守护人也就要来了。得，那咱们也回到那墙上去吧。回到壁画的故事里，也就回到了那里。在这个世界消失的，会在那里醒过来。在这个地方逝去的，会在那里复生。一墙之隔，
咫尺天涯，我们还是要告别。白驹过隙，镜花水月，在梦里就能飞天。你也知道我终将会活在另一个世界，所以并没有谁是真的要对你说再见，那就根本用不着伤感，索性也不必遗憾。或许只有告别才能教你懂得如何思念。你会发现他们总是活在另一个其实并没有谁是真的能对你说再见，于是也就谈不上心酸，当然更不用慨叹。毕竟只有离去才能让咱学会怎么想念，一起试试看，闭上眼就会浮现那浓浓淡淡却深入骨髓的画面，一起试试看，闭上眼就能听见那若隐若现又清晰可辨的呼唤，那是谁在寒夜里抱心取暖，那是谁在跋涉中山高水远，那是谁在无声地细说从前，那是谁在沉默着问长问短，谁为漫漫黄沙风化了躯干，谁为岁月侵蚀老去了容颜，谁让你几次三番落不泪眼，永生永世眷恋，从今而后一切都在，一切都已走远，但此刻只要抬起头你便能亲眼的见，他们这会儿正在穹顶浩瀚的九重天，当我们翘起指尖，当我们身心翻转，当我们身心翻转，一刹那拨动了整个宇宙的心弦，飞往
间重重羁绊。飞飞飞飞天飞天，飞越沧桑漫漫千年。飞飞飞飞天飞天，飞向那遥远的彼岸。飞飞飞飞天飞天，飞离世间重重。所知，于是你在。
样子，你有一双蝴蝶的翅膀，都说你像个天使，可是在我滚烫的心，你却是别的爱意。我歌颂你，却不用动人的比喻。我想念你，却不是因为你美丽。我用冰凉的牙齿倾吐着对你的相思。我用冻僵的手指触摸到你在的位置。你看见了我，你打开双翅，你展开旗帜，但我不知，你奔涌而至。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爱是种飞翔的方式。生的方式，不给任何人解释。我相信，于是我坚持。消失的会在那里醒过来，在这个地方逝去的会在那里复生。一墙之隔，咫尺天涯，我们还是要告别。白驹过隙，镜花水月，在梦里就能飞天。
道我终将会活在另一个世界，所以并没有谁是真的要对你说再见，那就根本用不着伤感，索性也不必遗憾。或许只有告别才能叫你懂得如何思念。你会发现他们总是活在另一个其实并没有谁是真的能对你说再见，于是也就谈不上心酸，当然更不用慨叹，毕竟只才能让咱学会怎么想念。其实是看闭上眼就会浮现那浓浓淡淡却深入骨髓的画面，一切试试看闭上眼就能听见那若隐若现又清晰可辨的呼唤，那是谁在寒夜里抱心取暖，那是谁在跋涉中山高水远，那是谁在无声地细说从前，那是谁在沉默着问长问短，谁被漫漫黄沙风化了躯干，谁被岁月侵蚀盗去了容颜，谁让你几次三番模糊泪眼，又让你只能一回不可言，一切都已走远，但此刻只要抬起头你便能亲眼的见，他们这会儿正在穹顶浩瀚的九重天，当我们翘起指尖，当我们身形翻转，当我们翘起指尖，